我慢慢叠评分，不着急啊！我操！哇，这把哥们这个意境，我的某音也有。 Q 吧，抢线嘛，我上去近战 Q 一下。他民族感觉能上。 现在有进化比他，退一下都。他还没二，一道民族，还敢追啊对面？ 这边 Q 闪，然后再 A 一下啊。那卢锡安走位有点问题，这波他是不能追的。不杀了，够了，够钱买巨石短臂就可以回家了。 海勋辉勾血啊！这卢锡安不服输啊，一定要跟我对 A 啊，兄弟们，一定要跟我对 A。我满城征服者，我肯定不怕他的。走 A 的话，我的某音有教学的。 打断了是你的一，直接被动飞过去 ，EQ，AW 先撞死一个，然后E上来砍这个 AD， 因为那个杜牧没闪呢，可谓躲下他的技能。这边兵太多了。 极限，兄弟们，玩的就是极限。这波一小兵过去 A 死他，然后他 Q 到我进化秒解，然后再一小兵出来利用凯旋的回血量去扛防御塔的最后一下。这也是为什么沙弥拉不能带气定神弦，因为他根本不缺蓝，而且斩杀收割的时候凯旋的那口回血是很重要的，知道吧？ 优势大就直接裸狂妄，没有优势就直接裸幽梦。当然你裸收集者也可以啊，但收集者这版本被削了5点攻击力，裸那个我不如裸幽梦。我六级了，可以越塔了呀。这把看能不能看一下我们的皮肤特效啊，五杀特效。这卢锡安是懂的，知道我们要越塔。 他直接走。What the fuck？好像不用脚闪，但是我怕死。
爽局啊，这把这就不用放大了，我伤害够溢出了，这 EQ 砍就行了。对线沙弥拉其实选什么 AD 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辅助必须得有控制，就是你得能打断他才行。 也有非常稳定的控制能打断它，打断不了的话就会很难打。但是 ADC 里面比较好打的，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尼拉、一个滑板鞋、一个维恩，这三个是最好打的。其他的话就看辅助就行。 懒得推了，别骂你。这波慢慢叠评分，不着急啊！我操！哇，这把哥们这个E技能用的太好。 我从几个对面真人头了，接着这条虚线被动飞过去，而且这条虚线是能重置普攻的这条虚线。 没有大穿甲，他这种护甲在我面前都没出一样的，他妈跑到高地上面叠钢。Oh no！上面写着成一个雕像，现在没有，估计是有 bug 这波五杀了，兄弟们，这波五杀了。开 W 是为了挡他 Q 稍微吸口血吧，追啥呢？他这个 E 就被我们挡了，好像他刚好像是 EW 吧。稍微吸口血吧。 Thank you.
我们的双击。